有许多生物经常会因为人为的因素被带到另一个新的环境。大部分种类可能因无法适应新环境而逐渐消失，有些则适应性较强，逐渐适应新环境，并且开始进行繁殖。这样无意的入侵，经常会导致当地的原生物种受到压迫，生态也可能会受到影响。有些种类还可能造成经济上的重大损失。例如福寿螺、红活蚁等已在台湾造成经济及生活上莫大的伤害。这种美丽的大型鸟类名字叫红嘴蓝雀，它们分布在中国、中南半岛及印度。2002年被游客发现出现在武陵山区，它的长相与台湾蓝雀非常相似。由于并非台湾原生种，许多民众及媒体开始担忧，生怕这不速之客将对台湾蓝雀造成伤害，所以一再呼吁政府单位，希望能尽快正视这个问题。主管机关也立刻采取移除行动，避免外来种的灾难再添一桩。台湾特有种的台湾蓝雀生活在海拔1200公尺以下的山林中，分布于台湾各地山区，在每年的3到7月繁殖。台湾蓝雀育雏的方法很特别，它们采用巢边帮手制度来照顾雏鸟。什么是巢边帮手制度呢？巢边帮手制度就是由同一家族的成鸟来照顾嗷嗷待哺的雏鸟们。这家族通常是由亲鸟与子代和近亲组成。红嘴蓝雀与台湾蓝雀不仅长得很像，连生活习惯与鸣唱声音也很类似。繁殖习性同样是巢边帮手制度，食性也属杂食性，连对地盘的维护也是一样的强烈。瞧，这只不识相的松鼠竟然来到红嘴蓝雀的地盘觅食，一会儿功夫就被家族成员联手驱赶。我们可以从腹部、头顶、背部、眼睛虹膜以及体型大小看出两种蓝雀的差异。但是除了头部与腹部容易区别之外，其余的特征可得一起比较才能清楚分辨。台湾蓝雀头部为黑色，而红嘴蓝雀的头顶明显的有一道白斑，胸部以下也是白色的。至于两种蓝雀的蓝色羽毛，台湾蓝雀显得较深蓝且亮丽，红嘴蓝雀则较为淡蓝。虹膜的部分，台湾蓝雀为清澈的黄色，红嘴蓝雀则是橘红色。体型方面，台湾蓝雀也比较大些。红嘴蓝雀已经在武陵地区生活了5年之久，一直到2006年才经由热心民众披露此事。媒体开始报道之后，立刻获得相关单位的重视。
根据报道，2002年在台湾武陵山区首次发现外来种红嘴蓝雀，当时应该只有五只。由于红嘴蓝雀适应力极强，很快的就在武陵一带进行繁殖。五年来，最高纪录已达20多只，其活动范围也有扩大的趋势。少部分的族群在繁殖季内可以生两窝，在天敌不多的情况下，主管单位生怕红嘴蓝雀很快就会扩散到其他地区。同为鸭科的红嘴蓝雀与台湾蓝雀，食性与生态需求相近。红嘴蓝雀族群如果继续壮大，可能会威胁台湾蓝雀的生存空间。更令人担忧的是，红嘴蓝雀如果入侵到海拔1200公尺以下，两者很有可能会因为杂交而产生基因污染，将会严重影响台湾蓝雀的物种独特性。这些红嘴蓝雀是如何漂洋过海来台定居的？它们飞行能力不佳，也不会像候鸟一样会长途迁徙。据推测，这批深入武陵山区的红嘴蓝雀很可能是透过走私管道侵入台湾的。原本被民众关在笼中饲养，因为放生或弃养而出现在武陵山区。为避免红嘴蓝雀族群迅速扩散，形成另一种无法有效移除的入侵种，并对台湾特有种台湾蓝雀造成威胁，2006年12月，经相关单位会商后，决定尽速进行红嘴蓝雀移除作业。红嘴蓝雀到台湾以后，假如说它没有跟台湾的特有的蓝雀杂交的话，它只是竞争台湾蓝雀需要的生存空间跟资源。那还好，这个问题还没有扩大之前，相关单位就采取了必要的措施。那这样子呢，也许就可以避免未来有更进一步问题的产生。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的工作人员在武陵农场一带进行观察，发现红嘴蓝雀有很强的领域性，活动的范围与觅食路线大致是固定的。进入繁殖季的红嘴蓝雀已经表现出领域性增强的趋势，当威胁接近时也会发出警戒声。研究人员借着观察红嘴蓝雀的领域行为，很快就发现了红嘴蓝雀筑巢的桂花树。它们在凉亭附近的这棵树上筑巢，并且生下了4颗蛋。可能是接近雏鸟孵化的日子，青鸟不断地回巢孵卵繁蛋，于是工作人员便开始计划进行移除工作。这个红嘴蓝雀家族共有5只成鸟，它们并不怕人，经常会在农场里的这片草地活动。研究人员在草地上放置食物喂养红嘴蓝雀，引导他们每天在固定的时间与地点进食。这些人为放置的木瓜与面包虫，是为了让他们习惯这些现成的食物。研究人员仔细观察他们的活动范围与飞行路径。红嘴蓝雀习惯于早晨开始活动，这几处空旷地就是他们觅食与嬉戏的主要地点。一个星期后，再以针孔摄影机伸向高处探巢，画面中可以看出巢内的雏鸟已经够大。再过几天，如果雏鸟离巢，移除的难度将会倍增。工作人员于是把握机会，
赶紧地架起陷阱准备诱捕。研究人员经过长期的观察，已经熟知他们的活动范围与飞行路径。对于诱捕的食物，蓝雀们也非常喜欢到那儿光顾。趁着青鸟不注意，赶紧地将陷阱架设好，生怕生性聪明的蓝雀识破陷阱而前功尽弃。在木瓜放置处架设公网，在他们回巢必经的路线架设雾网，经过树荫的掩护，很难看到雾网的存在。青鸟回来了，这只看到木瓜就往那儿飞去。起先它看到公网感到怀疑，并不敢前去享用。不久之后，它经不起诱惑，啪的一声，公网发挥效用。而另一边的雾网也拦截到一只青鸟。本来以为红嘴蓝雀看到同伴受困会前来营救，不料漏网之鸟就在远处看着，这样可增加了诱捕的难度。取下树上的鸟巢，小心翼翼地将雏鸟抓下来。他们要和青鸟一起进行一段很长的旅程，先将它们喂饱吧。在这段长达五小时的路程，青鸟可没有办法照顾它们。这几只雏鸟似乎不对未来感到忧心。研究人员回到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后，就立刻将红嘴蓝雀安置好。起初青鸟们还不太适应地缩在角落，与雏鸟同笼之后便恢复母性，辛勤地照顾起雏鸟来。收容笼舍里，雏鸟渐渐长大，它们已经不再窝在巢内，跟自然环境下的蓝雀一样，会先站在鸟巢周围。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青鸟也会带着小鸟们学飞与觅食。小鸟们就这样子跳上跳下，偶尔对着摄影机展露出好奇的一面。上次没抓到的三只红嘴蓝雀仍然受到工作人员的严密监视，这次他们的警觉性提高，不会在同一地点停留过久，飞行的高度也比以往高。木瓜与面包虫已经无法引起他们的兴趣，繁殖季尚未结束，剩下的三只红嘴蓝雀依然努力地筑了巢，下了蛋。当然，他们的巢位早已被掌握，这次可不能让蛋孵化，否则可麻烦了。这几只蓝雀变得很怕生，公网发挥不了效用，增加了诱捕的难度。第一次的移除作业可以利用红嘴蓝雀不怕生的特性，
这一次似乎就得靠运气了。很幸运的又抓到一只，同样的把巢取下，一起带回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因为长时间的运送，这只红嘴蓝雀显得疲惫。经过兽医予以输液补充体力之后，就让它在笼中静养了。接下来的日子，残存的两只红嘴蓝雀就像神秘客一样，偶尔才露出面来。除非必要，它们不会到地面上来觅食。台中县政府保育科接获民众举报，在大甲疑似发现红嘴蓝雀的踪迹，马上辗转通报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工作人员为了先行了解现场状况，便前去一探究竟。果然在大甲镇某处绿地发现一对蓝雀。这家子竟然是由红嘴蓝雀与台湾蓝雀组合而成，非常令人讶异。更不可思议的是，竟然还与同属的外来种红嘴蓝雀配对。他们是如何相遇的，实在令人无法想象。这个巢离地不高，里面已经有三只雏鸟。工作人员为了接近鸟巢，吃了不少苦头。因为凶猛的台湾蓝雀不断地攻击工作人员，红嘴蓝雀的攻击性就没有那么强了。鸟巢中的雏鸟还小，所以七天后再来一种。这次工作人员也准备好所有器材，就比照五零移除作业的规格来进行。公网诱捕，物网拦截。陷阱架设当时，地域性极强的台湾蓝雀很快地中了雾网。眼尖的红嘴蓝雀看到另一半的下场，就开始在附近东躲西藏。可是他始终无法抛弃巢内嗷嗷待哺的雏鸟，他还是得继续觅食，不得不回到雾网周围活动。果然一不留神，红嘴蓝雀也中了陷阱。最后架起梯子，把巢里的小蓝雀取下，这次移除工作就圆满达成。
台湾蓝雀跟大陆的这个红嘴蓝雀杂交的这个问题呢，现在因为及时采取了措施，所以问题不会很严重。那如果说这个问题我们没有及时采取措施，它们产生的后代就让我们原来台湾蓝雀特有的这种基因会被，你可以说是污染了，或者是说它的特有性被稀释了。像这种问题其实我们在另外的鸟里面就已经看得见，台湾的特有种画眉因为跟大陆的画眉多年的杂交，在野外族群你就可以看见有很多杂交的个体在那边活动。那如果说这个外来的基因一旦进入到一个族群里面，你想要把它移除其实是非常的困难。杂交的蓝雀渐渐长大，出现了两种蓝雀的混合特征，白色的头顶介于两者之间的眼睛颜色，还有灰色的腹部。这次的外来种移除作业代价很高，政府除了投入庞大的人力之外，光移除这群外来鹤所耗费的经费就高达七位数。外来种及入侵种的问题非常棘手，民众千万不可随意放生或弃养非台湾原生种的动植物。所以如果说我们让外来的这个鸟种进来，然后不幸它可以跟台湾的鸟种杂交的话，那将来我们要不然就是眼看着台湾的生物多样性减少，那要不然就是要花很大的努力来挽回因为杂交产生的问题。民众有关外来种的这个知识跟警觉度一定要提高，那相关单位呢一定要加强在这方面的推广教育，才可以避免台湾珍贵的特有的这个生物多样性呢不会受到外来物种的这个污染。台湾真的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地方，我们这么小的环境里，我们有的这个生物的种类特有的种类非常的多，那甚至于有很多即使还没有到种的程度，但是它跟其他的族群是不一样的，这个真的是值得全民大家一起来珍惜的。台湾是海岛型国家，生态方面很容易因为外来物种的入侵而造成伤害。前述的例子就可以看出，我们因为满足自私的欲望产生许多不可弥补的缺憾。为了保护台湾的物种独特性，任何人都不该走私外来物种，也不可随意弃养外来种，甚至任意放生，否则给环境造成伤害，将背负生态杀手的罪名。